我觉得对于小弟来说，可能他最疯狂的事儿就是来当练习生吧，因为当年小弟来就是加入我们当练习生这个经历也很传奇，然后大家可以了解一下，现在不说，透露一个词，离家出走。哎，所以大家除了工作有去哪些地方吗？除了工作以外。因为行程比较满，所以没有时间去。暂时还没有。对，暂时还没有去特别的地方。昨天去了一下那个夜市。对。对，然后吃了一下台湾的美食，依旧觉得非常非常非常棒。哎。吃了一个东山鸭头。对，东山鸭头，还有那个。还有那个鲍鱼。啊，对，还有一个，其实我们真的没有看啊，就是没有看什么，因为我们不要不挑食。在街边上路过什么，哎，看那个成色不错，就买。成色不错。对，